你最好啦 Oh no! 超级猛的踩住蟑螂，不要再动了！阿妈，还在讲呢，你讲干，不知道怎么样。我的阿妈超级猛的踩住蟑螂，不要再动了！超级猛的踩住蟑螂，不要再动了！干嘛呢？来了，藏不住的笑容。我更认真，确定？你发誓？那我不会有什么情笑话了。紧张的时候就按刹车。恭喜我中秋啦你！